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Heidi， 又嚟到每月用什么嘅时间，嚟到十一月头咧，2021年剩翻唔够60日咋，实在恐怖地过得好快啊！咁呢一个十月，我最大嘅改变，当然就系搬咗新屋啦。大家最期待嘅 Home Tour 咧，不日上演，我已经拍咗噶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唔想每个柜桶都开出嚟，好似好累赘咁样啦。拍咗一个概括嘅 version 嘅，如果大家到时觉得唔够喉嘅话咧，就话俾我知，我就拍一个新居 Q&A 咁样 elaborate 落去一个系列嘅。咁大家想知啲乜嘢，我都可以拍出嚟啊嘛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，究竟十月嘅时候我用咗啲乜嘢嘅。如果你都有兴趣嘅话咧，我哋而家就开始啦。第一樣嘢要分享嘅咧係一個零食，好多人都以為我減肥嘅時候咧係完全唔食零食嘅。雖然我本身係唔特別中意食零食啦，就算唔減肥嘅時候咧，我都唔多食，但係一有中意食嘅零食嘅時候咧，都會停唔到口嘅。咁咧就係我手上邊呢一個嘅炮谷啦。呢一間炮谷店嘅名咧就叫做 Pop Pop Rangers。第一次買嘅時候，我唔係買俾自己，係買俾朋友食嘅。咁所以喺鋪頭咧，我係試曬唔同嘅口味啦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咧，就係蜜糖芥末味。我係第一次食蜜糖芥末嘅泡谷啦，係非常之好食啦。咁所以送完俾朋友之後咧，我隔咗幾日，我就忍唔住買咗咁大包翻屋企俾我自己同埋媽咪食啦。其實剩翻都係呢啲咁細粒嘅碎碎。為咗客觀少少，我請咗個嘉賓過嚟試食啊！哇，仲系脆噶喎，摆咗好耐咯，已经甜甜地，系属于一食就停唔到口嗰啲。好假啊！你走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中意食泡谷啊，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口味，例如有避风塘啦，跟住有啲海盐焦糖啦，咁我最推介大家咧，就一定系佢嘅蜜糖芥末啦。讲完嘢食就想分享一个日常生活用品，我系考虑咗好耐啦，睇咗好多唔同间铺，最后决定买嘅一个手机壳。咁因为咧喺几个月之前，我已经好想要一个可以斜孭出街、连埋绳嘅手机套噶啦。大家会见到呢一款咧系镜面嘅，牌子系 Topology。唔知大家系咩年代嘅朋友呢，喺我中学嘅时候呢，曾经非常之流行一啲挂颈嘅电话绳噶。当时每个女仔最中意一定系 Westwood 嗰条啦，挂喺前面嗰只威威。咁冇谂过廿几年后嘅今日呢，又再兴翻类似嘅款式。咁但系而家呢，都应该系以实用为主噶啦。大家唔可以唔见电话噶嘛，重要过银包啊，简直。咁所以呢，好多时两只手有啲其他嘢做嘅时候咧，咁样孭住就最方便啦。当时做紧一个 promotion 啦，我加多81蚊就会有呢一条嘅带，咁所以咧系430至450中间啦，呢一个嘅套装两成一个电话壳，然后缺点嘅话咧，我就会觉得有一日唔需要呢条绳掹咗出嚟嘅时候咧，呢、這个电话壳侧边系会有一嚿嘢夹咗出嚟嘅，嗰个圈圈啊，我就觉得有啲牙渣。然后嚟到第三样嘢，我喺 IG Live 嘅时候咧，都疯狂表达我对佢嘅爱意，就系、是、我手上边呢一顶嘅 cap 帽，佢系嚟自 MLB 嘅，望落去系一顶好普通嘅 cap 帽啦，然后有个 logo 后面咧都系咁样调校大细嘅啫。今年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想着一啲白色系嘅 hoodies， 咁就需要一顶比较偏泥色嘅 cap 帽。总有藉口嘅，咁所以咧我就去揾啦。咁跟住去到 MLB 嘅时候一试咧，就好中意，大家见到个效果啦，块面咧系即刻细咗劲多。大家都系 cap 帽，我唔知点解咧，戴完呢一顶之后咧，块面系特别尖、特别细噶。我换俾大家睇下就明噶啦。我怀疑系呢一个位太窄啦，咁所以我块面咧就爆咗出嚟。是不是包好多啊？完全是同头先明明都是戴 cap 帽啫嘛，两个效果嚟噶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系好介意自己嗰个面系好大咧，不妨去买呢一顶帽，即刻收咗入去。
下一样要分享的呢就是 Currents Body 的 LED Mask， 其实九月的时候已经收到的了，但是呢我想用耐少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用后感。这一款 LED Mask 在美容界非常之出名，很多名模都有用它的，所以呢我试的时候都很期待。它是一个有机植材质地，非常之 flexible 的了，然后呢大家不需要担心不够贴服，因为呢是有一条带可以调校一个宽度的，不同面型大小都没问题。它的功效就是说可以消除细纹粉刺，改善疲倦老化的肤质，我就没什么这些问题，反而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它之后发现护肤品的吸收是好了很多。同一支的护肤品可能以前要一些时间才可以吸收，但是用完它之后是可以很快吸收完，觉得发挥到护肤品的功效的感觉啊，咁兼且咧好方便，是非常之懒都用得到。你洗完面之后咧，唔需要配合一啲乜嘢嘅产品嘅，就咁样带佢上去咧，照十分钟之后用翻自己本身用嘅 skincare 咧就冇问题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佢真系好懒嘅人咧都用得到嘅。亦都有一个加成的用法，他们出了一款面膜是专门 for LED mask 的，你敷了它上面再照埋灯，十分钟之后块面是即刻提亮了的。用的时候非常方便简单，只要你 adjust 好个位置，按一个掣就已经 default 照十分钟的了。大家亦都可以很安心，因为 Currents Body 是英国最大的家用美容仪电商，买满1076港币就可以直接由英国寄来香港的了，而且大部分产品都会有两年的保养期的。今年11月 Currents Body 就会做 Singles Day 和 Black Friday 的优惠，有很多不同的牌子产品都很抵买的，例如今天讲的这个 Currents Body Mask 还会做全年最抵的 discount， 用我的 discount code 还会有 extra 8折，在12月1号之前都有效的。所以大家如果之前已经睇紧啦，心仪呢一个 mask 嘅话咧，而家入手就系最抵嘅时候。然后再嚟要分享嘅咧，就系俾你哋问到爆嘅 La Prairie 啦。有睇我 IG story 嘅朋友都应该知道，我买咗一个 sample set 啦，系我人生买过最贵嘅 sample， 三样嘢每样都系细细件咧，系399元，连埋一个化妆袋，咁带个化妆袋就算啦。在这个牌子来讲，一个贵妇品牌是微不足道的价钱，所以我都得到微不足道的份量。另外两个呢就是一个 cream 和一个精华水这样的东西，我不记得了叫做 essence in toner 还是 lotion 这样。而这一刻我带了过来要分享的就是 sleeping mask， 里面呢已经差不多用完了，特登留一点我来拍片的。一打开出来索一索，是贵妇级的香味，你会知道这件事一定不便宜的。然后质地是好滑好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完全好像一个 cream 状的，一点都不粒，是那种润而不油的感觉。功效来讲，敷完之后皮肤滋润了，细致了，饱满了，我觉得是基本的，这个价钱没有理由做不到的。而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有一天我有个暗疮准备要爆发了，它是蠢蠢欲动想出来的时候我又忘记了它，然后我就敷了这个面膜，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它消失了，是很犀利，我就觉得哇，即刻上网看多少钱，然后看到货装的价钱之后我就默默地样都是储下钱先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好用的。然后 cream 和那个精华水呢，我就觉得水准以上，未去到这个 sleeping mask 是那么惊艳的感觉。是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我又觉得坊间有这一类型的 set 卖的时候都可以一试的，你是会自己感受一下，做一次贵妇都不错。做完贵妇呢，我们做回一个小之旅，另一个 mask， 但是这个呢就是 eye mask 的。它是 Glow Recipe 的一款牛油果眼睛睡眠面膜，我自己作的个名字。它的质地是很挺身的，真的像牛油果。然后呢
你以為好結啦，一推出嚟係好滑好滑，好似牛油咁樣噶。呢一款咧，我係睇其他 YouTuber 影片被燒嘅，睇完之後即刻衝去 Sephora 個網咧，已經賣曬噶啦。好彩等咗咁耐之後，Sephora 咁啱有折又有貨咧，就即刻帶佢翻屋企。用完之後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嘅，我嘅黑眼圈啦、眼袋都仲係健在嘅。始終咁多年啦，又係天生啦，又係鼻敏感咧，都知道唔係一個咁容易嘅任務嚟噶啦。咁但係我發現敷完之後最大嘅感受同埋個對比咧，就係對眼輕咗啊！我唔知佢點樣做到，總之起身嘅時候覺得成件事冇咁沉重啊。而佢嘅質地係完全唔會厚啦，我又唔覺得敷完之後隻眼滋潤咗啊，嗰啲細紋有減淡到咧，都冇嘅，係好神奇嘅一件事係。輕咗，輕鬆咗，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佢又唔會起油脂粒啦，又唔會話有啲乜嘢差咗。咁如果每一個人用嘅感受咧，都係往好嘅方向，只不過可能係唔同嘅方向。有啲人用完黑眼圈細咗啦，有啲人好似我咁樣用完輕鬆咗嘅話咧，我都覺得300多元一盎，用到好耐啦，佢嘅用量又係好細啦，都可以一試無妨嘅一個產品嚟噶。嚟到今個月最後一樣要分享嘅咧，就係呢一支啦。佢個名就叫做 Contact Lens Moist Cushion Drop。我聲稱佢為隱形眼鏡保濕水。大家有冇試過戴框嘅時候咧，係會揞眼啦、刮住啦，甚至乎戴唔上，然後咧就怪對框一定係個弧度唔啱啦。咁原來咧，好多時候都係我太攰啦、唔夠瞓啦、隻眼太乾啦、冇眼水咧，導致呢個情況出現嘅。點解會知咧？就係因為咧用咗佢係好簡單嘅啫。你戴框嘅時候咧，滴一滴喺嗰個框上邊，再戴上眼咧，就會發現對框黐到隻眼啦，冇曬嗰種揞眼啦、唔舒服嘅程度，同埋有啲框咧。靚就靚啦，但係太乾戴唔到，戴咗3-4小時咧就已經唔得咧，靠佢就可以救命啦。因為呢一支咧係好平嘅，就好似幾十蚊，好似30-40元，我唔記得啦。係啦，咁大家咧有興趣都可以出去揾下啦，好多地方都有得賣嘅。咁我訂康嘅地方咧都會有噶，係好好用啦。咁不過一支咧就係打開咗之後用一個月嘅啫，同其他嗰啲眼藥水啊所有嘢都一樣噶啦。係咯，大家有同樣嘅問題都可以試下呢、這個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咗我十月用什麼嘅清單。有冇發現冇化妝品咧？因為咧我就覺得十月已經拍咗2條 Get Ready With Me 啦，大家都睇到妝感嘅效果咧，我就費。是再講多次啦，咁所以咧今日就係咁先啦。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呢條片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個 channel。我每個禮拜都 upload 2條新片，逢星期六下晝3點同埋星期日下晝12點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。